毕方，怎么样？我托人找了一台这次捷普配置给刘总夫妻的样本，打开一看，发现好多问题。你看，多劣质！啊？捷普怎么会生产这么劣质的产品？而且我还做了个市场调查，我发现捷普的产品在同类型里面出故障率是最高的，而且客户投诉也是最多的。 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借此机会给他宣传一下，让大家都知道捷普的产品到底有多劣质？那倒不必，谁的产品都没有完美的，绝对不能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如果用他们的这个劣质产品去说事儿的话，显得我们特别没有水准。我们应该用他们的产品去寻找经验，来提高我们夫妻的质量。你说的没错。 我们应该将相对自己产品的监管降低故障率，自然就把它们比下去了。杰普生产这种东西，早晚会出事儿。青岛黄海制药，干嘛？不是，哎，建明回来了。哎，建明，来坐，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我们呀，跟狐狸呀说好了。 等小宝出院以后呢，周一到周五我们带，周末他带。为什么？狐狸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，干事儿也不靠谱，他带孩子我们也不放心。我给你妈现在反正也没事干，带孩子就算消磨时间吧，啊？这好是好，我就怕给你们添麻烦，况且妈的身体也还……不碍事，不碍事啊，我的身体啊我自己清楚。你妈这个人呢？ 他只要心情好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嗯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只要你们高兴，我没意见。不行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